怎么，我送人下楼，你就开始收拾了？我来吧。谢谢偶像。哎，谢谢偶像。提个意见好吧？可以以后不要叫我偶像吗？我们都这么熟了。我这样叫好玩啊。叫米少飞或小米啊。 不好听吗？应该不比韩商言差吧？应该比 solo 王浩强多了吧？不差，强，好听，特别像琼瑶剧里面的名字。孙亚亚，啊，怎么了，偶像？ 刚刚叫什么？小米哥。哎，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搭地铁好吧？ 干嘛？笑什么呢？我看小视频啊，特别搞笑。对啊，你刚刚可没在看，你刚刚没在看的时候笑成了一朵花儿。我问你，今天谁送你回宿舍的？你看错了吧？是校警，我都没说是谁，你就说我看错了。校警送你回来的，你刚才笑的哈喇子都流下来了。啊，有吗？ 看你看，你还在骗我，到底是谁？说。啊，你还说我呢？你今天是不是大有进展呀？我有什么进展？我跟谁有什么进展？没有。没有啊？难道是说你今天去医院，郑辉跟你表白了，然后你发现郑辉才是你的真命天子？什么郑辉啊？我怎么可能跟郑辉啊？啊，果然，你看还是韩商言呗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拒绝回答。 如果你看那个样子，我要给你拍下来。瞧瞧我们年年这个啊！别，来来来，我拍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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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，
喂，奶奶，我是小敏。我要跟你说，我拿冠军了，我跟老韩一起拿冠军了，我们终于成功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奶奶恭喜你！恭喜你！我们三个，我和你妈跟奶奶一起恭喜你啊！就是。对，奶奶很谢谢你，对，就是对你一直。你一直支持我，对，奶奶，我给你听一个我喜欢姑娘的声音，好不好？姑娘，我来，哎呀，哦，姑娘，好，我奶奶，啊，喂，奶
奶奶你好，我是孙亚亚。孙亚亚，哦，你好，你好。您好。这声音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来吧，来吧，哎呀呀，你不会说什么，过来。喂，你是小米的女朋友是吧？啊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。什么东西啊？他问我是不是你女朋友。就说是，继续说，你说。我们家小米多亏你照顾了。就是。啊，不会不会，应该的。什么时间回来呀？那你什么时候回去？很快了。很快了，很快就会回去的。我跟小米的妈妈都等着见你呢。哎呀，奶奶，还有他奶奶，就是。让老奶奶先说两句。好，奶奶还要跟你说话。喂，宝贝儿，快点把那个什么孙什么，快点把你女朋友带来。让奶奶和你爸爸妈妈都看看啊。会的，我很快就把女朋友带回去见你们。哎，好不好啊？会的，奶奶她对我很好，她很好。那你要先好一点，长大了就知道是个好孩子。对啊，她很棒。哎，她长得什么样子呀？奶奶听听，他头发长长的，然后呢，眼睛大大的，但每次在我最不好的时候呢，他都出现帮助我，默默的帮助我，永远都不会让我知道。同学你好，我在读书，你没有看见吗？我是小米 ，SP 的米少贝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够了，这些就够了，行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那你觉得？走。耶，成功！耶。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后一场职业赛，我要谢谢支持我的你们，陪我一起度过最美好最亮的烟火。感谢青春让我们把最美的记得就这样要原来，在他心中，早就把我当成是他的女朋友。此刻的我好安心，认识你好神奇，我永远的英雄。曾经是那遥远闪亮的星星，现在却踏踏实实在我的面前，我的心里。